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うんたんです。今日はルーちゃんとニトリに行って家具買います。やはり家具屋に行くとワクワクしますね。インテリアされたコーディネートをたくさん見れていい刺激になります。なので今日の動画は、家具って高いけど夢あるぞ。今日要跟文章去宜得利買家具。文章都很认真在开车。这里还有饺子的王酱。我发现熊本的店铺都好大间哦。このまままっすぐ行ったらあるらしい。哦，楽しみだね。还有吉野家，吉野家也好大间哦。现在时间是下午1:52，我跟文章肚子太饿了，想要先吃午餐再去买家具。这里有丸龟字面，这里还有意大利面跟新奶咖啡厅。文章等一下去剪头发，他现在的头发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花椰菜。天哪，这里还有台湾料理，台湾料理竟然红到熊本来了。文章一看到台湾料理就说要来看一下。台湾料理呢？感觉这里都是卖套餐，我跟文章本来想说感觉好贵哦，结果看到旁边有午餐定时，只要680日元。我们今天吃这一家，可以你喜哦。商店哦。欢迎光临。啊，谢谢，这么有空。金源美食。可以吗？金源它的名称哪来？来，金源比丘库。好，叫关笑。这里还有卖卤肉饭哎！刚才文章叫我用中文跟他点餐，结果讲中文人家回我日文，那我好尴尬啊！文章的中文学习时间，这是什么？小包。对对对，啊，这个呢？水饺渣。水饺。水饺。我是水饺。你不是水饺啊？好的吧？饺。你饺子。饺子。最近文章学会讲五官的说法，哈那哇那尼。鼻子。口鼻。嘴巴、鼻子、耳朵、耳朵、お腹、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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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肚肚啊，可愛い言い方。我点的是回锅肉定食，这个定食呢有饭、汤，饭可以免费盛一碗，还有沙拉，饮料可以自己选，我选可比斯，还有杏仁豆腐，好大块哦，还有回锅肉啊，好香哦。来啦，我们文章点的是他最爱的。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叫 ABCD。哎，这个虾子好大哦，多大？很大哦，你要拍照啊？拍。要到，谢谢。我们文章最近吃东西都喜欢拍照。食べようね。いただきます。手洗わない。今ウイルス。ルーちゃんもちゃんとね。好。好。好大，虾真的好大。哇，美味しそう。好吃，好吃哦！真的 A B C D 加了，揚げてる。絶対美味しいやつじゃん。プリプリ。美味しくない？好吃。めっちゃご飯進むよね。我刚说的下饭，好吃哦。ルーちゃんのホイコーロー。ホイコーロー、そういやルーちゃん一緒に作ったね。对，我以前会做回锅肉给文章吃，而且今天他特别吃，阿妈他好吃。我跟文章现在吃完饭要来买家具了。我们现在要进 Nitori， 因为是乡下的关系，这里 Nitori 是一整栋超大间，好大。文章，你有什么想买的家具吗？那你是为了什么来的？我今天要买我的工作桌还有工作椅。文章说这沙发感觉很舒服，可是这沙发就是我们一年多前买的。これ有几多样子的呀？可以啊，这样汚いけど。哪有，才不脏嘞！こういうのいい。ルーちゃんご飯作るでしょ？うん。はい。ほら、めっちゃいいじゃん。こういう雰囲気。こういう机欲しいよね。家族っぽいじゃん。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憧憬有这样子的吃饭桌。等一下应该会有专门卖这种吃饭桌，我们再去看。那ルーちゃん自分でこのイメージを部屋にしようとしてます。まあ確かにこんな感じなんかいいね。自己很时尚。これでも壁にどうつけるんだろうね。でもこの木俺好きなんだよな。この木の番号を取りました。この木の真似してみ。似てる。これいらん。これは？これ欲しいけどうちにある白いやつはどうするの？ニトリ有时候会有优惠，我去问一下他们优惠是什么。ニトリなんか時々キャンペーンがあって、例えばこれ買って一個回収してくれる。これで一個で3000円。ああ。一つにつき3000円なので、一回乗り上げて引き取れるようまで、同じぐらいの容量ぐらいであれば3000円で、これちょうどいいかも。
文当在想象那个时候，这个杯子也要另外买哦。很棒哎，这样一边想象未来的家会长怎样。この大きさだったら友達とかがいろいろ呼んで、なんかお茶とかできる。确实哎，有可能会要叫朋友哎，可是我们的熊本没有朋友啊。我会祸害的吧。文当新地方的上司跟部下也跟他感情还不错。楽しいね、家族みんな。还有这个是睡觉的寝室，这种是比较男生风格的。我跟文当比较喜欢这种风格。今るーちゃんは自分よく自撮りするんで、大きな鏡を試しています。どう、るーちゃん？おお、おお、映ってるね、全部。对啊，我觉得这个镜子还不错，而且很便宜耶，现在在打折。小さな傷があって全然問題ないと。いいよ、全然。いいんじゃない？これキープしよう。那我们先跟店员说，我们要这一个。看，我们两个都进了来，怎么样？おお、いいね。全身映ってる。这个我要。今の買い方ね。好满足哦。这种像爸的感觉也不错。我来想一下。怎么那么做作啊？你好。文当中文好厉害。ルちゃんの仕事？舒服哦。気持ち？嗯。文当你坐坐看。マッサだねこれ。あいいね。电脑可以放在这种上面。パソコンが低すぎると首に良くないから。この椅子いい。この椅子欲しいの。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椅子，可是最近开始觉得身体比较不好，应该要这一种。我们文当喜欢玩这个纸，这纸板就有折痕。我要当爷爷，这个。来来。我们文当像小孩一样，好玩吗？好开心。我们刚才买完大的家具，大的家具全部送到的话，差不多要三月中。楽しみだ。对啊，好期待。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小东西。二楼的话是比较大的家具，一楼的话就是卖那种小东西，床单啊，还是一些装饰物之类的。我是什么？对，文章在我来之前自己一个人去买了窗帘。对啊，那等你去哪里？哈哈，就不是我。对，因为我跟文当说叫他买时尚一点，不要买那种很 low 的，就他买了一个暗暗的窗帘，不是超 low。文当想要这种毛毛的地毯，刚才我们已经拍照了。色がいい。だからこれかな。これかな。この色。超可爱的，还有卖很多这种娃娃，这种娃娃是会吸汗发热的，因为现在冬天嘛，所以他们就都做这种材质的。可爱。文当的想法很特别，每次我们家现在用的是文当大学时候用的，文当竟然选大黄色跟大绿色，超丑，回到我们家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把它换掉。我们两个蛮喜欢硅藻土的，所以这次也要买硅藻土。对呢，这个硅藻土超厉害的，它吸水吸得很快，从浴室出来的时候你脚会湿湿的嘛，踩上去它就直接干掉了。哎，还有熊熊的。色は？白いんじゃない？これ大きさ？嗯，この大きさで大丈夫。我们两个本来是买最小的，可是最小的太小了。这里是电灯特区，这个灯也太时尚了。これ好き。なんか目に悪そうじゃない？そうだね。せっかく買ってんじゃん。こういう綺麗なやつってさ、光弱いじゃん。なんか俺はもうああいうさ、ちゃんとしたさ、光が出るやつが好き。うん。我真的不懂女人心哎。僕は性能を求めて、デザインを。私はデザインを求めてるから。大家评评理，你们觉得是这种灯好？还是文当那个全白的灯好？结果你也在看时尚的。这个镜子因为是瑕疵品，所以不用另外点。今天我可以带回家。对，我们现在超烦恼，不知道放不放进车子里面。我们现在挑战把这镜子放到车子里。本来我是要坐在这个驾驶座，可是镜子真的太大了，到最后我们这样放着坐后面。其实本来有一个桌子跟椅子会蛮晚到的，全部送到3月30号，店员人就很好，帮我们打电话问物流中心可以快一点，最后就变成是在3月9号变3月初可以送到，蛮开心的。電話してくれたら早くなったね。家具見てるとなんか本当に自分の家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ごい興奮するよね。ああ、これ置いたらこう綺麗になるんかなみたいな想像しちゃうね。大家期待一下我们放完家具的房子。今天也辛苦我们文当了，辛苦啦。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家，希望我们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可以好好把这个镜子放进去。回家吧。这个镜子真的是我今天觉得买的最好的东西了，还马上可以带回去。我们现在在Nidori的3楼停车场看文当开车很帅，现在已经有一点夕阳了，我觉得来熊本州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来等一下地瓜豆我在伊玛莎，谢谢你们今天的光临，等到家具到了之后我们再来买小东西装饰家里，谢谢Nidori，拜拜。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